家好，我是思雨。冷坏了吧？哎呦，看到你们我都冷。非常好的选到了北京最冷的一天，在30楼的高空拍摄。这个阳台，大家之前有拍摄的经验吗？都没有。对的，我们的第一次给你了。我给你们带了一个很关键的礼物。哇！但是有这么多暖宝宝的原因是因为今天第一，各位做好准备。好，好，对，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曾经最冷的一次拍摄是在北京，谁愿意第一个来挑战我们今天的高空拍摄？哇，好的，怀伟，你确定哈？你确定哈？如果掉出来的话，那我们穿外套拍两张，然后脱了再拍两张，你拿着它披着那样的，怎么样？我们先穿着，先穿着拍。我们直接拍两张蹦的，然后大家就是剪刀腿这样的，就是前上半身要稍微有点往前倾斜的这种感觉的。好，来，1、2、3，走。好，非常好，再来，1、2、3，走。OK， 很好，再来。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杨云晴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外形很酷，然后他的表现力也非常好，就是完全不怯场，所以我还挺希望能跟他再次合作，这样觉得可以擦出火花。对，1、2、3，很好。你这个很酷啊，然后咱们再来，让你自己摆几个动静态动，对，静态的，静态，来，好。然后再扬一点脸面，感觉很好。好，不错，再来。OK， 然后给你这个，加一个道具试试看。再来，1、2、3。OK， 很好。可以轻松再跳。再来一张，好。跳的那张都很好，我好好看哦，我好好看哦，我没有爱上我自己了，怎么办？我是很满意，我觉得很好看，而且光啊什么的都很棒。宝宝，帮我敷面膜。你要敷啥的？我觉得我的脸现在有点干吧。多敷多久？敷15分钟吧。变美！冠名播出。高空挑战，很好的一个试炼。好。第七名是帅的不要不要的杨云晴。我觉得真的很好看，就是比我想象中好看太多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感觉这一次应该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好的名次。